迄个你问的问题，啊，网友的回答，我等下甲大家报告。啊，然后呢，你来回答讲我是谁，那你会安怎回答？我是台湾人。嘿，我记啊，你就安尼讲。是啊。除了讲我是台湾人以外，你阁有其他要甲大家讲啥？我是唔是我的我？我好，就是安尼，就是安尼。是啊。嘿，好不好？哦，就是安尼。嘿嘿。啊，佮第二个你嘛爱回答我嘿，领导人应该爱有的特质。好，台湾需要什么款的领导人？这立马来回答，好不好？下卡是网友因的看法，哦、就是讲爱超越蓝绿党派升级。嗯，好，啊，一个第二，这上济就是讲爱老实。对。好，啊，第三就讲袂当有骗人的特质。好，但是讲你台湾唔是，那唔是骗子就做袂掉总统，这是网友的回答啦。好，啊，你来讲讲你的看法是啥物？这是没有错，超越这个。蓝绿党派的这个哎，省级啊，嗯，党派省级哈，嗯，拢超越，嗯，这都是我底下底下面的讲起，我是台湾人啊，嗯，我你讲的是，这最重要就是自由民主，有，这个基础，是哦，啊，迄个哦，未需要伫台湾的分民族主义啊，哦，我什么族什么族，嗯，这无什么意思，对台湾的无帮助，卖外省人、本省人，不需要。台湾需要像陈水扁一样的领导人。那是一个网友的回答啦，你免甲插伊。这吼，嗯，讲者较歹听啦吼。嗯。实在讲，做者领导者，嗯，无够。无够吼。嗯。绝对无够。嗯。实在，熬大车无路用啦。嗯。儒家思想为根基，以人治国。以人治国。儒家思想，总统刚刚就这。封建的思想，封建，迄个长期这个不改变的亚洲，亚洲价值啊，亚洲价值，要脱离亚洲的价值，应该台湾。儒家就是什么君君臣臣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啊。不是啊，主事啊，啊啊，迄个生活过较好就好啊，那有啥？对不对？无国家的观念，死了后，搁倒转来要做皇帝，就是呢。实在讲起来，虽然呢，安尼批评呢，真侪人会受气啦。嗯，是。啊，这嘛尾啊，就变，互人误会啊，讲我是共产党啊。哈哈哈！我总统，你上届洪佩豪，就是你有勇气敢讲，有的人唔敢讲，惊得失人，对不？得失都，我多啊。比如讲，你提倡。本土的台湾文化、台湾意识，啊，这就改变到今仔日安尼。